喂，能听见吗？我在机场啊，等飞机啊。再有一个小时，哎，再有半个小时上飞机。Hello。吃完饭了。我是不是这个开播没有推送啊？是，吃了，在休息室吃的。嗯，我在这个什么大兴机场。应该是没有，因为正常的话，我开播会有一个文字显示是什么，已经通知了你的什么观众，正有一大波观众正在赶来。刚才我开这个直播都没有，就没有这个文字显示。下午好，你们觉得卡吗？现在还有卡吗？大兴机场还挺好的，但是就是太远了，而且太大了。我不是感冒，我是最近就是一直没休息，然后就没休息嗓子，然后现在嗓子很哑。谢谢陈子的小总卡，就嗓子特别特别哑。昨天没喝吗？昨天没喝多少就反正。而且我还吃药了。嗯，开了多久了？刚开播，刚开播。谢谢喵喵的1.14。哎呀，感觉这个疫情对于，对于我像我这种人影响其实挺大的。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是机场的这些工作人员，这些小姐姐都戴了口罩，看不清他们长什么样。
所以说就对我有影响了呀。今天晚上玩啥到现在还不知道呢，这帮人可真磨叽，不敢摘口罩的这种地方，机场的不好，机场不敢摘口罩。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哎，咋回事呢？你说这两天就我们这几个人去了这么多公共场合啊，无论是出去喝酒啊，还是去饭店呢，那咋都没有人认出来过我们呢？咋回事啊？这帮人都不看直播吗？都一点都不与时俱进呢，气死我了都。是因为我美颜开太大了吗？现实本人和镜头里不一样，他们认不出来吗？谢谢秋哥的。什么意思呢？那你认不出来我也算了。那霸哥啊，谢谢草莓椰子绿的魔法师。那霸哥当了7年主播了，哎，也没人认识。蒲玉星啊，参加过这么多综艺节目，明星大侦探，哎，也没人认识，都啥意思呢？杭州大街不行，谢谢大小 S 的魔法书。哎呦，嗓子好难受啊！你们能听出来我嗓子哑了吗？应该能听出来吧？谢谢草莓叶子绿的高能预言。刚才我看见有一个弹幕说要看锁骨，来，快看吧，给你看，好看吗？嗯，公开场合吗？没人，居然没人。这儿吗？腹肌不太好看，你们还想咋的？下周再来一次北京，就短时间内终于不用出差了，可以乖乖待着了。腹肌有能看出来型的有4块。我准备十一期间给自己放2天假吧。十一我准备给自己放2天假。算了，不放了。十一正好赶上这些学生休息，我不配放假。等十一过了再说吧。等十一过了我再放。哎呦，出去玩啥呀？这大十一的，哪哪都是人不说，这疫情还没过去呢，咋都这么膨胀？还出去玩？可老事儿在家待着吧，有的功夫看会儿直播好不好？啊，你就不看直播，你在家刷会儿电视剧，那么多什么摩天大楼这那的，你们都看了吗？你们就出去玩啊？
那欠那么多综艺节目，你们都看了吗？可老老实实的吧，真的，别出去嘚瑟去。而且出去你咋的？你不花钱呢？你出去啊？那机票都不要钱呢，酒店。一天天看直播也对眼睛不好。那你可以，你可以戴着耳机听啊，你拿我这个当评书、当相声听，你不用非得盯着它。下周无悔之城好像是有我，下周我都生气了，那无悔之城怎么给我拍那么胖呢？那咋的呀？他那个是宽体摄像机啊，妈自带肥胖 buff 是咋的？项链没有坠，就是一个纯链，就是一个金项链。屁没有美颜就胖，那高德赖也没有美颜，我胖吗？谢谢草莓椰子绿的小灯卡。啥时候登机？两点登机。你们看昨天那个什么，请你们废柴，你们觉得我胖吗？是不是也不胖？第三季高德赖应该是我最胖的时候，最胖的时候。对啊，本身我也觉得我不是特别胖。行，等我回去了给你们上粉钻。哼，无悔之城你们看，我是打过狩猎针，第四季打的，早就过那个，我说实话感觉用处不是特别大，你们别打那玩意儿，没什么用。我和神秘狗一起打的，你能看出来有啥变化吗？我他妈的后来感觉想明白了，我那有变化，那哪是打狩猎针打的，我是减肥减的。哎，可别打了。没感觉，就像蚊子叮你一下似的。当时我打完神秘狗打，神秘狗打完反水打，哎呀，这一个个掀起了，哎呀，高德狼人杀主播的这个微整风潮。这一个个的，哎呀，照猫画虎的。这得亏我就是打了一个瘦脸针。这你说我要是隆啊，不能隆胸，没事儿。这你说我要是什么？啊，削个骨垫个鼻子啥的，妈的我还得给神秘狗那边人坑死呢。感谢草莓叶子绿的续费。我没想啥。是不是我的飞机？听一下。看是我的飞机吗？哎，我登机了，我登机了。那我走了，那我就不播了，那就等晚上我到家了用电脑开播了，拜拜吧。晚上见吧。